在神话小说作品里，神仙的原型大多是历史上的人物，要么修行炼丹，飞升成仙；要么保家卫国，壮烈牺牲后被百姓们尊为神明。这些神仙是有喜怒哀乐的，有的性格温柔，有的则脾气火爆，对待事物也有不同的喜好。与其他国家文化不同的是。 中国民间信仰的神仙体系中，神仙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有的恶神会祸害百姓，吃童男童女，乡亲们不得不忍痛将幼童供奉给恶神，否则恶神会给附近的居民降下天灾人祸、疾病瘟疫。善良的神仙则会伪装成市井小民，在各地给人治病、惩恶扬善。 或者适度人升仙，神话作品中有个有趣的设定，那便是不管善良的神还是恶神，神仙日常生活中都会下凡。神仙的童儿常常趁主人不在时，偷偷下凡玩耍，等主人回到家了再召回童儿。而天上一天，地下一年，等到主人发现时，童儿已经下凡十余年了。 人们便把幼时夭折的孩子归类为这种情况，而这类孩子出生时间具有一定的规律，所以民间认为孩子本是天上的仙童，被神仙发现了，所以要回到天上去，称之为童子命。民间法师们也会通过送替身的法式，用纸或者稻草扎成小孩的模样，将孩子的头发、指甲塞进去。 做法是来化解童子命，在神话作品与民间信仰中，神仙也会犯错。如果错误严重，神仙会被贬下凡间，削去仙籍。传说被削去仙籍从而下凡的神仙，从出生起便与常人不同，有种种的异象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关山太保，我是主播于连洲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，那就订阅我们吧。湖南岳阳北部君山，挨着长江，附近有个小镇子。长江从这里分出一条支流来，将小镇隔成一个单独的岛。本来这里属于岳阳君山，后来划归了湖北荆州市监利县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这个小镇上有一户普通的农家，主人姓唐。 年近四十了也没个孩子，老唐听附近的人说，县城里的九连宫十分灵验，便去九连宫里烧香磕头。天蒙蒙亮就到了九连宫，老唐在九连宫的大殿里跪了一上午，请求九连宫里诸位神明给自己赐个孩子。这一求非常灵验，不出三个月，他的媳妇就开始吐。 肚子也眼,眼见着大了起来，请郎中来诊断，果真是怀上了。老唐全家上下欣喜万分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生下来的是个男孩。老唐高兴得不得了，给孩子取名唐九，希望他长长久久，也是为了感谢九连宫的赐福。唐九一天天长大，老唐发现有些不对劲了。 一般男孩开口学说话晚一些，但是再晚，两岁也该会叫爸爸妈妈了。唐九到了三岁时，还不曾开口说过一个字。老唐请了大夫帮忙看，可大夫们都说唐九压根没病。老唐心里着急，隔着河对面是建立县，有不少有名的道士法官，便用剩下的积蓄，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李法官。 看看孩子是不是童子命多灾多难，没想到监利县的李师傅来了，在屋里立了坛，拿着一副胶杯在屋里抛了两个时辰，一直不停的摇头，最后把坛撤了，叹道：“你的伢子我也没的办法，不是童子命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子，自求多福吧。”说完，李师傅连法金也没收，悻悻的走了。 这下老唐也没了主意，一个人在屋子里闷了许久，最后打定主意，孩子就算是个哑巴，也要把他养大。至于以后他能否娶得上媳妇，那还是得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唐九很聪明，虽然不会说话，家里人跟他说话却都听得懂，让他洗洗衣服、扫扫地，他也都能做得很好。 只是他做完这些事，就回到屋里傻坐着，皱着眉头发呆。附近农家也有些同龄的孩子，唐九从不与他们一起玩耍。到唐九九岁这一年秋天，天气渐渐冷了，老唐把自家种的一点烟叶子收起来，用稻草杆做绳子捆扎好，放在堂屋。唐九从里屋站起身来，径自到堂屋里。 撕了一条烟叶下来，拿起墙上的烟锅，把烟叶揉碎了放进去，打着火，对着烟袋的铜嘴猛吸。这烟叶的水气还没脱干净，烟雾很呛。唐九连着吸了十来口，脸都涨得通红，不停的咳嗽。老唐在屋外，这时候听见咳嗽声，发现唐九在抽烟。 赶紧回到里屋，一把夺过烟锅，正要训斥唐九，发现唐九一副要呕吐的模样，又赶紧拍唐九的背，拍了一阵，唐九咳嗽一声，一口浓痰吐在地上，突然张口说道：“南岳这个老鳖憋着要害我，我本不用下来，都是南岳老鳖从中捣乱。”说完。 唐九又对着南边骂骂咧咧半天，把所有洞庭湖区骂人的脏话，都对南岳骂了个遍。在旧时，无论是湖北建立还是湖南岳阳，都是巫风浓重、迷信风行的地方，万万不敢有人骂神明。如果有孩子口不择言，对神明不敬，家长也会重重斥责。更何况…… 南岳圣地又是湖南地区最有名的神灵，位于湖南南部的衡山，也是湖南地区的朝圣地。唐九从小到大不会说话，到九岁上终于开口了，没想到第一句话竟是在骂南岳圣地，吓得老唐一时没了主意，竟忘了要斥责唐九。唐九骂完了，定了定神，自己又回了里屋。 继续皱着眉头发呆，老唐愣了一阵儿，跟到里屋去，问唐九道：“我刚才没有听错吧？你会说话？”唐九点点头道：“我会说话，以前不想说。”老唐搓了搓手，高兴道：“会说话蛮好，只是不能骂菩萨了。”一听到这句话，唐九像是身上的发条被触动了，又开始破口大骂。 老唐听了个隐隐约约，大意是指唐九犯了什么错事。本来大家都不知道，被南越圣帝从中戳破了，被贬到这里来。至于唐九以前是谁，到底犯了什么错事，却毫不知情。更奇怪的是，唐九没念过一天书，却认识字。老唐没上过学，大字不识一个。 又出生在没了科举考试的年代，从不觉得读书有什么用。加上此前唐九从未开口说过话，因此也未让唐九念过书。等到唐九开口说话了，像是某个关窍被打通了似的，平时竟会拿一些旧报纸来看。老唐本以为他是在看上面的照片和画，直到有一天老唐从田里回来。 发现唐九在屋子里抓着毛笔写字，这才发觉不对劲。老唐将唐九写的字拿给镇上的老先生看，老先生赞不绝口，直夸这笔字写得好，至少有三十年的功夫。老唐愣住了，跟老先生说：“我牙怎么得念过书？今年十岁，我看他在屋里写字，以为是画着玩的了。” 老先生说什么也不肯信，以为老唐是来消遣自己的，便把他轰出去了。老唐感觉颇有些意外，认定了儿子是个天降奇才，从此也不吩咐他去做家务杂活了。平日里除了喊他吃饭，任凭他自己喜好。唐九倒也乖巧，粗茶淡饭糙米似乎吃得津津有味，从不出门惹事。 自己在家看书看报写字，平日里沉默寡言，但凡张口，必是对着南越圣地骂骂咧咧的。老唐也拿他没办法，只好由他去了。唐九十二岁那年，镇上有个年轻人犯了疯病，发作起来，寻常三四个男人都按不住，到处砸东西打人，请了不少郎中来看，都摇摇头就走了。 连鬼门十三针都奈何不得，乡亲们疑心他是撞了邪，劝家人去建立县城请师傅遣送。家人无奈，请了老法官来做遣送法事。老法官来了，先是抄写了一份《女青天律》，贴在病人家门口，对家人吩咐注意他的行为举止，隔天再来看。可老法官前脚刚走。 后脚病人就冲到门口，把这副字迹清秀的女青天绿撕下来，仿佛有仇一般，不仅撕得粉碎，还从地上捡起纸的碎屑往嘴里塞，混着地上的泥土，一起吞进肚子里去了。家人拦也拦不住。隔天老法官又来了，还没进屋就问：“他贴的女青天绿怎么不见了？” 家人便解释说：“如此这般。”当下只见老法官眉头紧锁，沉思良久，接着就设法坛做起法事来。没想到老法官这边正在做着法事，那病人突发作，猛地扑上来，把老法官扑倒了。家人着急，忙上去拦，可病人力气大的吓人，无论如何也分不开，就眼睁睁看着他。 在老法官脸上狠狠咬了一口，竟撕下一块皮肉来，嚼着吃下去了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正在闹得不可开交之时，唐九突然出现了。只见唐九伸出食指和中指，做到是常用的剑指状，隔了十米开外，对着病人指一指，病人就定在那里不动了。当时家人都在忙着制服病人。 混没注意到唐九，等到发现病人一动不动定在地上，赶紧把老法官扶进里屋去止血。这才看见唐九一直站在那里，手指着病人。乡亲们都知道唐九是个奇怪的孩子，却没见过他有这么一手能耐，赶紧凑上去问唐九用的什么法子。唐九摇摇头没搭茬，紧接着说：“给我五块钱。” 我把他收了。那个年月，五块钱可不是小数，在县城里吃碗面只要三分钱。家人听这价钱，稍稍犹豫了一下。唐九见状，手一松，病人登时就爬起来了，恶狠狠的往屋里走，像是要找老法官拼命一般。唐九对着前面又是一指，病人顿时又定住了，仿佛武侠小说里。 被高手点了穴似的，一动不动。唐九说道：“凑不出我就不管了。”说着，做事还要松手。家人这是被逼的没办法了，把身上的脚票凑了凑，几个人凑出五块钱来，交给了唐九。只见唐九单手从衣服里取出了一个小瓦罐，用嘴咬着盖子掀起来，另一只手指着病人，缓缓挪动指尖。 那病人像是被什么无形的绳索套住了脖子似的，两手捂着脖子，憋得脸都红了，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。接着，唐九憋着一口气，一点点挪动指尖，仿佛在用力拽着什么。拽了许久，指尖朝着瓦罐口一指，赶紧把瓦罐盖上了。然后问主家讨了一条细绳，把罐子盖系住。 说来也奇，那病人突然就醒了，慢慢站起身，摸着脑袋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家。家人忙关切的问情况，病人说道：“像是做了个梦，有个恶人被抓走了。”家人这才知道唐九确实有真本事，忙请唐九家中做客，好酒好肉招呼。唐九也不推辞，坐了上座。 颇为自得的喝酒吃肉，好不快活。老法官指了血，也在席间问起唐九仙山何处。贵师上下，唐九答道：“我本蓬莱第一仙，无师自通。一般情况下，倒是法师们第一次见面，老辈会问及晚辈的师承，晚辈也应如实作答，如自己在某某道观出家，或者住在家里火居。” 是个行坛道士，师傅的名讳是上 X 下 X，道士法师传承极重法脉，集师成门派，偶尔有跟自己师傅闹翻的徒弟，也会改头别师，绝不会说自己没有师傅。老法官听唐九口出狂言，当时就想教训他，但想到自己在这里栽了个大跟头，不便发作，还是隐忍了下来。自此。 唐九的名号就在镇里传开了，镇上都知道他极有制煞驱邪的本事。平时有人中邪犯煞了，都不再去县里请法师，而是去找这个年轻的小伙子。唐九也不负众望，从没失手过，因此攒了不少钱。只是没有一人知道他从哪学来的这一身本领，老唐更是一头雾水。 长久到十六岁那一年，自己买了一套宅子，搬出去住了。附近的旧习俗，不管是道士、法师还是百姓，家中堂屋里都会设坛，供奉写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，也会把过世的先人名讳贴在牌位上。平时上香供奉，春天将新鲜的桃枝摆在坛前。这个习俗。 至今仍然保留在湖北荆州市监利县进基。奇怪的是，唐九家里不设法坛，门外也不挂招牌。若不是唐九远近闻名，路过的旅人压根不知道，这屋里居然住了个极有手段的年轻师傅。名气大了，除了唐九家里门庭若市，生意极好，自然也会有远道而来要拜师学艺的。 那时正值建国初期，打击封建迷信的风潮尚未席卷中华大地。岳阳、荆州两地有不少人听闻唐九治煞驱邪，从未失手过，比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法官都要厉害，便专程来找唐九投师。唐九也不吝啬，拜师礼金给多少都不在乎，只提出了一条。 要徒弟隔三差五来看望他，不准空着手来。俗话说：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”唐九倒从不避讳这个。不到五年时间，唐九已经收了四十九个徒弟，之后便不收了。徒弟们遍布荆州、岳阳各地。这时唐九刚二十岁出头，年纪最大的徒弟却已经四十多岁了。唐九没有师傅。 也不存在什么门派戒律，收徒时不如民间法师有诸多的仪规排场。徒弟献上拜师礼后，唐九让徒弟跪下给他磕三个头，骂一句“南岳圣地便入了门；不肯骂的便被他轰出门，仿佛是要缴纳投名状。徒弟们问及有什么避讳或规矩，唐九总是瞪着眼说一句：“我就是规矩。”拜师入门。 唐九便会给徒弟一张符，这符上有一个数字，是徒弟的编号。大徒弟的编号是一，每收一位徒弟，这个数字就加一号。吩咐徒弟把这张符拿回家，放在坛上，便能伏灵法显。有些徒弟是带一头师的，唐九也不计较。据这些徒弟们说，师傅所教的符法。 不曾在任何一个法本上见过类似的，民间的道士法师，即使门派不同，符有规律可循，会字咒语大同小异，很多门派法脉都有通用的会字手印和咒语。唐九这一身本事不知从何而来，交给徒弟的却与各家各派不同。起先徒弟们疑心师傅藏私，教了些胡编出的假东西。 可后来几位徒弟一对证，师傅教的都是一样的。若是临时编出来的，绝不会一字不差。徒弟们将唐九给的符放在坛上，遇见事时，按照他教的符咒，小心翼翼的用了，发现颇为灵验，也就对唐九心悦诚服。转眼就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中国粮食短缺，大家都饿着肚子过生活。 唐九的进项自然也少了许多。突然有一天，唐九托了大徒弟吕新华带话给各位师弟：七天后在师傅家中集合，有要事相商。届时，四十九位徒弟都如约而至。堂屋里的桌子上盖了块大红布，也不见其他什么特殊摆设。接着，唐九点了点人数，然后从墙上把挂历取下来。 让众人翻看，徒弟们打开挂历，发现每一页上都有一个数字，数字下面写着一些食物，有肉、鱼、鸡蛋、酒等等。正迷惑不解时，唐九朗声说道：“你们每人都知道自己的号吧？翻日历看看清楚，日历上这每一天写了几号？这个号的人必须到我这里来，带好我下面写了要的东西。” 我做事一碗水端平，每个人的花费都一样，来的次数都同样多。我想吃点好的，不蛮过分吧？徒弟们都有些愤懑。正是困难时期，从哪里去搞这么多鸡鸭鱼肉来？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有几位徒弟抱怨道：“最近没什么生意，家里连大米都拿不出来。”唐九听罢，脸色一变。 将堂屋桌子上的红布揭开，只见沿桌子一圈，贴满了一张张裁好的黄表纸，上面都用朱砂画了符，每张符的样式都不同，符上也写了数字。靠得近的徒弟发现有自己编号的符，跟师傅给自己的那张一模一样。唐九指着桌子说：“都看见了吧？这是你们拜师的时候给你们朕坛的。”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每天我都要看到有人带着东西来。要是空着手来的，或者不来的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说罢，唐九背着手径自回了里屋。就是，倒是法师对师徒名分看得很重，徒弟把师傅当作父亲一样看待。大多门派若收徒弟，徒弟是要跟师傅姓的，师傅将徒弟当作孩子看待。 徒弟也对师傅言听计从，即使师傅提些不合理的要求，也不会违逆。大师兄吕新华见状，只得劝师弟们尽量满足师傅的要求。众人颇有些不情愿，只是记住了自己要来拜访的日子和要准备的东西，便皱眉苦脸的散了，各自回到家中。之后的两年里，徒弟们勒紧了裤腰带。 省吃俭用，省下来的都用来孝敬唐九了。人人吃不饱饭的年代，唐九却天天有酒喝、有肉吃。一九六零年冬天，唐九的四十一号徒弟，尺八镇的刘春生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家里连一点吃的都没有了。眼看又到了要去孝敬师傅的日子，可是在囊中羞涩。 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一咬牙一狠心，决定当天不去师傅家里了，哪怕日后师傅责罚，自己只能挨着。到了该去孝敬的日子，这天刘春生一早把大门关上，在家里躺了一整天。可到了半夜子时，刘春生隐隐感觉屋子里有红光，赶紧起身到坛前看。 师傅给的那张符竟自己烧了起来，瞬间就把木供桌一起点燃了，灯时火起了两米多高，眼见就要烧到房梁了。专门生火来烧都没有这么快，那时节还没有自来水。刘春生拿起一床被子想把火扑灭，可压根无济于事，被子刚碰见火苗就一起着了起来。刘春生心生胆怯。 估摸着这火势就不下了，赶紧叫醒家人，带几件衣服逃出来。刘春生一家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家宅子烧了个干净，大火直到天亮才熄。这火势也非常奇怪，如此大火，连宅子外面的一棵小草都没烧着，宅子烧完自己就熄灭了。转天，刘春生将自己遇见的事告知了各位师兄弟。 从此再也没有徒弟敢为傲失意了。经历了那三年，湖南湖北不管男女老少都饿得面黄肌瘦，唯独唐九被徒弟们养得白白胖胖。不论如何，困难时期算是熬过去了。等到生活条件渐渐好转，唐九已不在往日历上写数字和食物了，徒弟们都松了一口气。没想到才隔了半个月。 长久的大徒弟吕新华，又来通知众位师弟了。这次倒不用在师傅家集合，只是捎了个口信，要求大家以后接了活，大买卖要交给师傅来干。所谓的大买卖，在道士法师行当里，特指主家很有钱，又想做一些规模较大的祈福、超度类法事，或者是一些舍得花大价钱。 请道士、法师做事的情况，即使唐九不吩咐，许多民间道士、法师也愿意将大买卖交给没退休的师傅来做，算作对师傅的孝敬。训就席，徒弟们倒也没有怨言。凡是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，接了法师都喊唐九去做，唐九也从不推辞，只要上了门都会狮子大张口。 主家若是面露难色，唐九便拂袖而出，敕令徒弟不准再给这家人帮忙。如此又过了许久，转眼到九十年代，自从改革开放了，人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有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，花钱大手大脚起来。这年秋天，唐九的大徒弟吕新华有个远房亲戚得了重病。 送进建立县里的人民医院，在病房里昏迷了。医院用尽了各种办法，也没能让他苏醒过来。这亲戚时年四十岁，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。这年靠批发服装赚了不少钱，一点征兆都没有，突然就病倒了。自打亲戚昏迷，就再也没睁开眼。家人万般无奈，请吕新华去帮忙打一场叫。 希望他能好转。吕新华知道，这种身体上的病，法师几乎毫无办法，但也架不住亲戚软磨硬泡，最后还是去了。意料之中的没有任何效果，眼看着亲戚就快撑不住了，医院也已经放弃，只得接回家中等死。无能为力。吕新华家也住在尺八镇，立堂九家很近。 平时唐九还时不时来串门。这天，吕新华正在家中苦恼，唐九来了，吕新华不敢怠慢，赶紧给师傅泡茶递烟。唐九慢悠悠的一一接过，问起吕新华在苦恼什么。吕新华照实说了。唐九猛地一拍桌子，两眼几乎要放出光来：“早说啊，我能治！”吕新华不解道：“这个。” 医院都已经没办法了，术法还能起死回生。唐九摆了摆手，要治好他可以，我要五百块钱。那师姐建立县城里务工的工资，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元，五百块足可应付一般家庭一年的开支。这亲戚当年赚了上万元，五百块虽不是小数，却也能拿得出来。 吕新华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，急道：“能让他好起来，别说五百，五千都能拿出来。”唐九顾不上喝茶了，站起身来，让吕新华带路，直奔亲戚家里。到了亲戚家，吕新华先进了里屋，跟家人说好价钱，这才又一起出来把唐九迎进家里。唐九先是看了看躺在卧榻上的病人。 此时已是出气多、进气少了，他翻了翻病人的眼皮，又搭了搭脉，然后扭头对病人家属点点头道：“能治。”顿时，家人都兴奋起来，问师傅需要些什么材料。唐九便问家人要了一碗井水，左手端起水碗，右手作剑指状，凌空对着碗口画了符，然后吩咐吕新华给病人围下去。 这水刚围进嘴里去，病人便呛着咳嗽了一声，登时就坐起身来，睁开眼左右茫然地看了看，说了一句：“我饿了。”家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都互相看了看，用力眨眨眼，又拍拍脑门，确定自己不在梦里。主妇连忙应声道：“我这就去做饭。” 其他人都围上前来问他感觉怎么样，这病人却像丝毫没有生过病，只是睡了个长觉似的。吕新华从前对师傅的质疑不满，在这一刻通通消失了。当天晚上，吕新华的亲戚热情的杀鸡摆酒，招待了唐九，席间将一个厚厚的红包塞给唐九，连连称赞吕新华拜了个好师傅。 病人也拱手对唐九称谢，感激他的救命之恩。酒席结束，唐九拿着红包自己回家了。吕新华也暗自高兴，希望师傅日后能将这一手绝活传给自己。隔天一早，天刚亮，吕新华就听见敲门声，揉着惺忪的睡眼开了门，发现门外是怒气冲冲的亲戚们。吕新华细细一问，才知道。 原来唐九前一天就活了的病人，当天夜里睡下就再也没起来。早上一摸，全身都凉了，显示夜里就已经死了。吕新华又惊又怒，拉着亲戚一起去唐九家里讨说法。唐九像是已经做好准备了似的，坐在堂屋，上来便反问一句：“我是不是把他救活了？我可没说能保证他一直活着吧？” 众人都呆住了，也不知如何反驳，悻悻的回家料理后事去了。隔了两天，吕新华把坛上的所有香炉、符纸、供具等，都送到了九莲宫去，南下广州打工去了，再也没做过道士。在广州工作期间，吕新华遇见了十七师弟，原来十七师弟也不做道士了，到广州来找工作。 多年不见，两人一起吃了顿饭，席间互相询问。原来十七师弟的小女儿病危，请师傅救治，师傅执意不肯，眼睁睁看着孩子死了。吕新华宽慰道：“或许本来这就不是道法能治的病。”十七师弟坚决的摇摇头，一字一顿的说：“有一个跟我女儿病一模一样的。” 我亲眼看见师傅给他治好了。一九九九年的秋天，天气刚开始转冷，唐九病倒了，发高烧昏迷不醒。唐九一直没有娶妻生子，独自一人居住。隔了一天才被来探望师傅的徒弟们发现了，把他送到医院里，只是退烧针流水一样打下去，体温却丝毫不减。昏迷期间。 唐九偶尔张口，嘴里说的仍然是骂南越圣地的言语。高烧足足持续了三个月。唐九在弥留之际睁开眼，四方环顾了一圈，对着身边的徒弟们说了一句：“都来找我了，他们都来找我了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唐九就咽了气。唐九没能挨到千禧年，他的徒弟徒孙们。 至今还活动在岳阳、荆州一带，转述着唐九当年的故事。唐九的门生说不上自己的门派是什么，单靠一句奇怪的辟邪咒语来辨识媒人。这句奇怪的咒语是：“天大不如地大，地大不如我大，我大不如泰山大，这个圈圈比你大。”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喜欢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别忘了订阅和分享，谢谢你的支持。